镇福德宫位于树林区中山路二段164号，主祀福德正神，也就是俗称的土地公，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。除了当地民众会前来祭拜，根据当地里长詹启瑞表示，大家除了求平安，甚至有其他里的民众前来求财求运，还笑称庙方主委就是因为信仰虔诚，事业才蒸蒸日上。各行各业的很多人士都有来参拜。像比如说我们洪镇的洪主委，他本身也是在从事不动产中介的行业，所以相信啊，也是土地公有保佑，所以使他的公司的业务也是蒸蒸日上。东山福德宫原本是一间小土地公庙，原被陈秋梨女士虔诚供奉。原本庙身狭窄，年久失修，于是陈秋梨嘱咐儿子陈玉彤先生兴建此庙，以提供地方民众前来参拜。于是陈玉彤先生秉持母亲嘱托，独自筹建，最终在民国85年落成。陈玉彤先生的因母啊呢，甲交代，好在先甲交代讲，若有机会呢，这间连禅宗呢，这个土地公庙啊呢，有机会来甲翻翻呢。当然，伊当初这里邓玉堂的这里尊教银幕啊，这里哦艺术呢，都加翻翻的安尼，拢是伊家己出钱家己翻的，拢无募款。根据庙方主委洪镇德表示，东山福德宫相当灵验，威名远播，吸引许多信众前来祭拜。土地公有求必应，庙内都可以看到为土地公打造的金牌，或是逢年过节都有信众搭野台戏酬神，感谢土地公护佑地方平安顺遂。中央新闻林凯君树林报道。